新竹人竹北市刘家高中在九年前改制作完全中学，为了进行一百七十六学年度就下到届学生的文理土高中，所以人政府教育局规划讲，一百七十五学年度刘家高中的国中部为天照，为下那转型的来盘高中的考场。前不过在刘家高中的饭团中心就举办的公堂会，谈民众的意见，很白好参考。学区，我们会如何来做一个处理？工厂会一开始，如新竹人高中邱干金，顺便准备是刘家高中国中部天照的相关配套措施。如家长考虑到将来学生的升学的问题，就是支持国中部先停办，下个做的专心的来办高中考场。成功国中跟东西国中，六家两个之间的升学率较低，比如说是军委国中部听照，由家长提出建议，为学生做得求区入校，用送学期的方式，为海南入弹性，不应来做选择。一百一十四学年度，就是六家国中的一届的学生，他是不是可以考虑让这一届是六家国中双学区的学生，是用学生的步行距离好的方式来去做就近入学的计算。那我们目前的草案大概是在这个区域里面大概就是到三所学校，就是胜利国中、东兴国中跟文兴国中，那会以就近的区域来去做划分。新竹人高中 Q 讲，刘家高中国中普听照相关配套措施按年过后将会对外公布做完整的说明。下个新闻，王文耀新竹报道。